于社长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视频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思义。今天我站在这里讲话，我很高兴，但也有点惆怅。我是一名教师，我在美国一所公立高中教微积分。自从今年三月起，因为新冠肺炎，学校关闭，我改为网上远距教学，天天就面对着镜头讲话。我想不到，这新冠肺炎竟然成为世纪浩劫，持续这么久，蔓延这么广阔。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过它的蹂躏。我们的生活秩序彻底被搅乱了。今年适逢大家来写书第十周年，这里程碑应该是一个多么有意义和值得庆贺的盛会。本来今天我们应该是站在《世界日报》的新书发布会上和各位老朋友见面，可惜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我只能录制了这视频，面对着镜头讲话，谈一谈我对创作感言和写书心路。首先，我要感谢《世界日报》把我去年和今年在《世界日报》的副刊《家园》上下古今各版所刊登的作品和部分尚未见报的文章编印成《春梦了无痕》一书，和去年《世界日报》为我出版的书《重续未了缘》一书一样，全书包括四部分：故事、家庭、越南林沼和美国点滴，里面有虚拟的故事，也有真实的历史。就如书名《春梦了魂》一样，全书绕着一个相同的主题——梦。很多人为了梦想，甘心牺牲自己的权益。他们的梦想体现了关怀、忍让与包容。也有些人为了梦想，只想自己，为成一己之私，不惜牺牲他人。他们的梦想成了他人的噩梦。没有经过战争逃难的人，不觉得和平的可贵。没有尝试过颠沛流离生活的人，会埋怨平淡的日子过得乏味。《春梦了无痕》这本书里，每个故事的主人翁都在追寻一个看似简单但不容易实现的梦。人生如梦，我希望我不是在痴人说梦，但愿我能梦比生花，做到智人无梦。不过我不是一个说教者，我只希望通过这本书把我所见到的真人真事虚拟化成故事，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。这本《春梦了无痕》，我不敢期望能像各位前辈作家一样畅销，但愿它能为海外华人文坛添点色彩，为海外华人历史留点痕迹。我希望明年
我还有第三本书，然后大家一起重温旧梦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能平安度过这非常时期。谢谢各位。